欢迎收看小老婆汽车资讯网，我是阿娟。本次的 SYM Limitless 线上车展，其中的压轴车款 JetX 终于发表了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看看这辆被 SYM 称作 Jet 车系旗舰的车款吧。车头外观轻略且具未来感，全车采用 LED 光源，前后方向灯皆采用嵌入式的设计。另外 Y 字型的定位灯与尾灯给予 JetX 不容错认的车身标志。看到车侧的部分，JetX 采用龙骨车架的设计，虽然说车身刚性更好，但对台湾人来说方便性大打折扣。而且再来看看车厢的部分，空间真的有点小，对于讲求实用性的人也只能打枪了。配备方面， JetX 采用 Keyless， 只要进入感应范围便可发动车辆。作为旗舰车款的 JetX 搭载了原厂称为 LCD 彩晶仪表，并采用光感应设计，依照当下明亮程度自动调整仪表亮度。引擎的部分采用了 15cc 四气门单缸水冷引擎，最大马力约14匹，最大扭力为11牛顿米。刹车的部分也没马虎，采用前后双碟搭配 CBS 与 ABS 的设计。比较特别的是， JetX 采用了东南亚较流行的14寸轮圈。最后， JetX 是与泰国车厂 GPX 合作之下的产物，至于会不会引进台湾贩售，这不好说。好，今天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。我是阿娟，我们下次见。